所以呢，大家不用担心充电跟网络的部分。那网络我们有两组，网络的账号可以连，一个是 Howard 的，另外一个是大家看到黑板上那个 CSDI。那 Howard 的密码是 9DBQX802 这一个，那 SDI 的密码呢是 SDISDI， 这两个网络都可以使用。那除了网络，那充电我帮各位准备。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呢，大家有应该有收到这两天 TEG 这边寄给大家的课程通知的信，那当中有提到一个那个 Google 的文件 document， 那那个部分呢会有各组讨论的主题跟议题，我们等一下会有详细的说明。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，大家可能可以看一下有个 slido.com 的这个网址，这个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课堂上踊跃的提问跟参与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在很多时候呢，大家会羞于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所以在 Slido 这个上面呢，可以匿名的提问。那我们在每一堂课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，会统整个回复大家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匿名提问的网站。那 Slido.com 进去之后，它会让你输入我们的讨论串。那你只要输入714，也就是今天的日期，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讨论内容了。那我们就再稍等一下，今天其他几位学员，等一下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课程。网络连线啊 ，Slido 连线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麻烦举手让我们知道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第二个字。